二三，大家好，我们是银珠二。为之周刊银珠二，哇，我们满月了。喂，哎，恭喜英春晚成团一个月，一个月，哇！未知周刊为大家准备了满月特辑，刚刚开始的团体生活，还有很多未知在等着我们探索和发现。接下来，请进行粉丝上户口和起应援口号环节。哇！完成后即可解锁满月特辑的惊喜彩蛋。哇，来吧 ，OK， 我们开始吧。好，好，哇，鸡蛋，鸡蛋。现在我手里拿的是我们粉丝应援色的四种不同的选择，然后三个人看一个 ，OK， 三个人一个，好，看到地球，谢谢，这个好看，这个一个。这个好看，这个是我先来介绍一下，我手里的这是地球色，地球色寓意大海，海纳百川，陆地蓬勃生机。哇，谢谢谢谢谢谢，哇，我喜欢，这是白色，海洋海洋蓝，宁静紫，宁静紫。它这个三个颜色代表着不同的这个含义，白色它代表的是凝聚，海洋它代表的是国际，然后宁静紫代表的是魅力，魅力。我们取用三种应援色，首先代表地球蓝色，以及充满神秘力量的太空紫色，最后结合凝聚力量的白色，期许 Into One 未来能够耀眼无限，成为全球知晓的世界级男团。世界级男团。哇，这个是难当，很棒很棒。Wonderland， Wond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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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蝶兰是 Wonderland 的谐音，然后寓意就是从太空看地球的颜色，希望取 Wonderland 这个谐音，万古不迭，希望 Into One 成为不只是international 国际性男团，更是宇宙的 universe 的男团。Inter universe， 我们创造一个 Inter universe， 还有他的 mind 去了四维空间。对，这个很有自己的语言，这个就是云风白，然后。AK 后面还有五个字，后面还有五个字。它是渐变海涛蓝或者云风白，它有两种，两个名字，寓意是国际团海纳百川，直上云峰。哇，这是未来，我们开演唱会的时候，你们想在台上看见台下是一片什么样的颜色？这个会很刺眼吗？这个会很刺眼。但刺眼好啊，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渐变色刺眼可以打面光。对，你跟我想的一样。这是的颜色的意思，我是说，对，它的意思很好。对，那个的意思也很好。这两个的寓意是最好的。Wonderland 其实也不错。这位粉丝他把图章就是，他给我们设计好了，他四个不同的一个 logo。哦，对，就非常喜欢这个的，在这四个颜色当中，请举手。非常喜欢的两位好，那特别喜欢这个紫耀蓝的可以举手。好，万蝶兰万蝶兰万蝶兰也可以举多个。可以多举然后云峰白 Q 九票同意，我们的应援色为紫耀蓝。紫耀蓝有可能会在天上看到的颜色。对，这个看上去心情蛮好的，所以天空就是我们的应援色。对，哇哦。OK， 兄弟们，现在我们要开始选我们的粉丝名。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有一些就是那个选项。我手里拿的是一个 insider。哦 ，insider，nice， 可以啊，可以。它的意思是
追随在 Into One 身边、Sider 是与星象有关的词根。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好，下一个保留。Like. 好，我们的就是 Zero。过 ，OK，next，next， 没有的感觉，然后没有的，先听吧，先听意思。它的意义是好的，就是 into one 和 zero， 缺少任何一人，缺少任何一边都只能是 zero， 但是合在一起就能成为 one。但是我觉得 zero， 说实话，这位粉丝你别生气啊，这个英语真的不太好，你给自己命名叫 zero， 你就啪你就没了，不好。来你们，好下一个吧 ，wonder。正义是去是一去放肆就是为成团的各位带来奇迹般的存在动是未来也一致会带来源源不断的专利。哇还不错，这个意义其实蛮好的。它是我们奇迹般的存在，对，没有他们，我们也不能成为 Into One。对对，对吧？对 ，Wonder， 对，而且我觉得 Wonder 挺好听的。Wonder 本身就是可以起个中文叫 Wonder， 是一个 Miracle。Wonder， 可以叫 Wonder， 中文可以叫 Wonder。我们的这个是 Quark。Quark， Into One 汇成一体，我们是组成一的小小 Quark， 众多且重要。我们的应援口号他还写了 one two three A B C D E， 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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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单位，比栀子中还要小的一个单位。但是我不太喜欢，就是把粉丝说那么小。对对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是的 ，They should be bigger than that。我觉得我这个特别好，我这个叫 into sea， into sea， 入海，海纳百川的英文翻译。你知道吐司吗？因为我们 Into One 当中有个兔，然后想的是以后应援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们买很多吐司吃，而且吐司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感觉。选这个话，你直接买豌豆，还可以那个干的还不容易坏。豌豆一会儿你选这个，像咱们好像吃酒席一样，发一把很好吃。我觉得吐司还蛮可爱的。你喜欢 Into C Three Two One？ OK， 只有林墨自己。来，我们赞多的夸克。OK， 没有。Wonder， 喜欢的 three two one， 我，一二三四四条。OK， Zero， 有人喜欢吗？好，三家人，三家人，一个人来下一个。Insider， three two one， seriously， Insider。来，我们想自己的口号了，应援口号。Sider，Sider，Insider。心情不好怎么办？来看 Into One。假设你是粉丝 ，Into One，Into One。不是，你是 Insider。啊，我是 Insider。Into One，Insider，Insider 再吹 ，Insider，Into One。Only One，Number One，Into One。哈哈。OK， 下一个，下一个。我想了一个 ，We define into one。五湖四海 into one， 勇闯世界 be the one。五湖四海就是 we come from the everywhere from the world。五湖四海 into one， 勇闯世界 we。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就是这个东西，我这个应援口号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会出现在我们之后每一次演出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慎重的。而且精心的去把这个东西设计好。当我们满月的当天，我们会在微博公开我们的应援色和应援口号。我们的应援色就是紫耀蓝，紫耀蓝。我们的颜色，我们的粉丝名就是 Insider。哎，又来一张卡，是什么呢？
恭喜英雄晚成功解锁满月彩蛋。怎么一直在解锁啊？新手村解锁到中关村，中关村解锁到莲花坪又一村，花坪又一村，我来来一个满月村，到世界村。未知周刊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别影像，接下来请前往影音室查收满月的惊喜彩蛋，即可开启未知周刊 Into One 的团建特辑。哦，要看东西喽！那我们就看什么？来力呀！走，转场！来来来来，哎，不看什么？看什么？哇！哎，这唱歌的。哎。唱歌了哦，是 KTV 吗 ？OK 吗？是啊，刚刚说的彩蛋啊。哦，没听过，没听见。是什么视频吗？是什么？我想看了。哇！哦！第一个就是我参加共青团的五四青年晚会，然后表演的一个节目。然后第二个就是那被大家特别熟知的那个掰腿的360度。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我参加了快乐大本营的录制。然后后面一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录那个了，黑历史，黑历史。Hello， 第一次的，不是。OK， 来，第一次的视频是第一次的，我那个日本的第一名，日本第一名的时候 ，Kids Dance， 这是黑历史。对，名古屋的，我的家，near， 海，对，海。对，如果我累的时候，如果开心的时候，我去海，然后。Like yeah. Thank you. 加油 like this. Oh my god. 哎呀妈呀！哎呀妈！ Next. 加油！啊，另外的。期待。哇！哈哈哈哈哈！一样的。啊，15岁。嗯。是好啊，我参加了节目，这个时候我第二名日本。哦，这都是第一名，在第一名之上吗？别的比赛啊，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总是那个第一名、第二名。现在不改变的，早上的时候你但是现在我不是爱的这时候谁啊？哦 Kill Mika Mika 的又不可爱又不帅的。当我Little, how do you say when I was little? 小的时候、我喜欢ukulele 和唱歌，所以那个 was 第一次 I play 和 I sing. 然后 the next video is 之前 before 创造营。然后我不知道 last video, I don't know what that was. 小姐，我真的很期待这个，是在期待创造营。是我的跟朋友们 fan meeting 的时候。好有台风啊！瞎的，从小这么帅啊！我的天哪！暴击率比较高，100%，然后暴击伤害也很高，1%。那个是在一个篮球场吗？不是，那时候我初中的时候，老师让我表演节目，我觉得那时候我说我不能怯场，然后我就演出了一副。几岁？好有范。初一。你后来瘦了好多。太恐怖了，我的，你不报我都快忘记这件事情了。Next is me. 下一个。
太帅了！第一个视频是六年前的练习生的直播 live，然后第二个是2014 or 2015，2014 or 2015的 audition，same video to company 的 audition。就是我当时业余爱好吗？不是，我跟你讲，只有真男人才敢穿女装，那他们都不敢穿女装。我说我穿，感觉很喜欢。No， 哎，我不想看。Wow！ Oh my god！ No！ 谁选这个视频呢？好可爱啊！挺好的，挺好的。第一的视频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是我第一次 audition。嗯，好。然后第二就是不用管这个，对，帅了，很帅。完了，心贼紧张的。哇，好帅啊！什么东西？哎 ，Oh no！ 别！哇！那个第一个视频是我刚签公司，面对摄像头第一次拍东西，然后那个是在冬天拍的，当时我满身贴的都是暖宝宝里面，然后在那个树林里面走，所以会有这种动作。然后第二个视频是来创造营之前来，不是面试，就是公司让我非得有一天非得让我跳女团舞，让了House 的视频为什么只有这里？在直播，我在直播好吗？只有这里在 House， 为什么？其实我当时在直播的时候，他们一定问我跳舞什么的，然后我说我以前跳过那个 House， 然后就给他们展示了一下，然后变成了现在黑历史。穿越世界一起看，舞会好戏 Into One， Into One， 满月快乐。